And now Lucky Seven 七号永爱泽 Number 5 号 Chris Mike Aron Number 18 八号七号球握手之一本场比赛，待会继续最后的热身时间开球，会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我把也在本届的赛事五场下来他做一个报告。那么比赛跳下来，正式的开始。中华白队掌握球权，莫巴也跳投得分，莫再秀了回来。Derek Fenner 在我们中距离起了出手距 ，Ravenna 往前给，再找 Fenner 给地板球去找麦卡洛，但球扎到脚上出界。Abrantos 在中间找人，麦卡洛拿球，收球进来出手得分，转换的机会勾射出手，球没进，结果被偷走了哇！篮底下是 Winston Eno， 整场篮板球又在菲律宾这里。Eno， 上去一个传球的假动作，再换另外一边底线这里 ，Fenner 跳投出手进三分球，中华白需要暂停，是，但是球落到 Derek Fenner 手上 ，Abrantos 弧顶出手进了三分球。那今天中华白队在选手名单上宋新浩，然后王绿翔跟蓝少辅是没有登录的。这时候陈佑伟外线投进，球交给麦卡洛，麦卡洛中间转身和强打造成犯规。我们再看一下，Abrantos， 哇，一个美球，哇，这个球传到了。Eno 突破过来了 ，Eno。飞身上篮，闪过了防守，传出来，关达又给中间，哇，被挡下来，哨音响了，篮保护的非常好，再看一下，哦，就是这一下，第一下，中间是麦卡洛，球被夹掉，将军成功的防守，球往前给张家和，前面跑快快，好球，底线 Abrantos 拿球就起了三分球，砍了进去，没进，长板落到张家和手上。中华白发动快攻，篮球这边给到跳投，篮板球争抢，在地板上被莫巴爷抢走。莫巴爷够拼啊！麦卡洛带过来了，自己要上，哇，成功的防守，莫巴爷。胡晋豪的身上，胡晋豪对，吹在胡晋豪的身上，对。挡下来，莫巴爷成功防守，前面是找陈佑伟，转换机会好球，再次找到张家和。Abrantos 高调，哇哦 ，good defense， 莫巴爷。外线贴着 Ravenna， 再回给麦卡洛，麦卡洛冲进来拦一下，哇，经验并没有把一个他不同的判决给做出来。再回 Ravenna， 把球拨打下来，林彦廷。再给刘爱泽上去了，好球！李殿廷这一个传球，后刘爱泽这高难度的上篮是外线的出手没进，low post 要挤进来，进去被盖，换到另外一边去找多乔登，夹击上来，外线要对防守出手24号。他也不是菲律宾籍。篮底下莫巴爷转身之后得分。志凯追着 Ravenna 收球进来，哎呦，非常。篮板球落到 Fenner 手上。德乔登突破进来了，哇！将军转出来45度角，对，外线这里三分球投进了零。这对中华白的防守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考验，对。哇！对这个传球 ，Fenner 转身要进来，要到犯规。陈佑伟掉中间，这边有点犹豫。麦卡洛杀进来了，这球掉了。前面快攻机会，佑伟上去了。陈佑伟往前甩去找关达佑，关达佑换到篮筐外边没问题。干关达佑是像这种，你就是得打回来啊！对，你不打回来，他一直欺负你。菲律宾球员就是这样，希望他听不到。
但是以后一定要有经验。对，这种你必须要教训他，要不然他会欺负你。危险被 Abrantos 抄走，前面马里里回给麦卡洛，总部哇 ，N1 经常这个传球，这就是经验，对，这就是经验，给了菲律宾非常好的快攻机会。吴志凯给托车，莫华也进来，好球。对，你必须要展现力量。再看一下，莫华也空中挺腰。传到底线，何乔登出手去，球被抄走，落到麦卡洛手上，麦卡洛来了，有艾哲在外围拿球，艾哲带着跳投出手去 Jordan Heading 小球，哇，麦卡洛 stand up， 中间左转右转来了一个挑篮，撞没有办法，经验的差距，能力的差距，还有身材的差距，对，哇，哇，哇，转换攻击，地板球给到好球，打人之后，瑞贝纳中间带进来右手的挑篮，林彦廷在外围没有人看守他，林彦廷外线起了出手三分球，何乔登。左侧切进来，球被拨掉，前面往前给，好球，尽量控制犯规，但是还是必须要在防守端更加用力啊！啊，但是麦卡洛来了，胯下运球，变换节奏，一对一，林彦廷，要到了犯规，发动快攻，高调，拿到之后篮底下吴敬豪，对，但是软了，就蹲下来了，没错没错。吴志凯外线的出手，球进了，手气差了一点。中华白队需要更多的三分球，把篮下空了啊！里面的底角跟篮底下经常会出现一个最大的空档。张安和外线出手去，麦卡洛中间被拨了一下，麦卡洛转身拿回来之后还是用左手，相当的困难。麦卡洛 step back 三分出手得分。back door 张嘉格高抛出手闪过防守，中球拨拉出来。落到富友手上，张家河外线起了，有了。Rebana 拉回来之后，自个儿拔了，哎呦喂！Abrantos 后撤步，外线的跳投得分，好过江湖，真的历练磨练都够。哇，张中距离拔起来出手。Xiang Chu 进攻篮板，哇！篮下深 air ball 没碰篮圈。Abrantos Ravenna 收球上去了，也要挤底线，要打，又是被挡下来。两打一个，哇 ！Show time！ 看看，哇哦！你看飞了，这真正的身高大概195。进来空中第一时间双手把球给灌进，这使得在防守端的吴志凯也没有任何的办法，没有太好的机会。关达佑带一步中投出手距再告一段落。Abrantos， 哎呦喂！分半钟比赛告一段落。Abrantos， 哎呦喂！林彦廷中间的短抛出手距。马拉尼里，哦吼，哇！陈立生，人群当中后仰跳投出手得分，是。终了啊！今天中华白队遭遇到非常强大的对手菲律宾，那么中场是由菲律宾代表队，最后是以96-70来拿下这场比赛。